我们在这里补充一点，这个颌骨呢，我们有一个歌诀，叫做面口颌骨收。所谓面口颌骨收，就面部的病、口部的病都可以在颌骨上下针。好，颌骨上下针，比如说面部中风，我们下颌骨，对不对？那我们常常下面针的时候，扎针扎脸上面的时候，我们下颌骨，颌骨有麻醉作用。好，有的时候我们在头上透针，透针呢，三寸针透下去的时候比较痛，我们在对侧的颌骨上下针。好，先下颌骨，下完颌骨以后再去透，那痛就会减少很多。好，当然有时候你可以假装不下，对吧？透过去，对吧？好，那大部分我们都会先下颌骨。好，那我要透这边的时候下对侧，透这边的时候下这边。哎，面部中风的时候，你看好，他歪一边，啊，你说这是患侧，不是，这才是患侧。好，那我们扎针的时候是扎剑侧，啊，他是歪一边，你从这边透过去。那我扎胃经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然后就对面上下针，啊，对手上下针。如果歪这边的话，你在对手上下针，下这个脸上的阳明胃经的穴道，啊，那我们这个。还有讲介绍到胆经的时候，我们有强烈的偏头痛，我们在扎的时候也是先扎对侧颌骨穴，颌骨穴先让它痛些，那个先就麻醉，然后我们再用针下进去比较好。好，从曲池，这个曲池穴哈，用途非常多，什么肩膀痛啊、皮肤痒啊，都在曲池上下针。曲池穴往下两寸，就叫做三里穴。啊，三里。这个三里呢，也叫做手三里。好，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呢，把它叫做扭伤，扭伤穴。好，扭伤穴。我们身上有腰扭伤，急性的腰扭伤，抬东西的时候闪到腰了。好，扭伤穴针下去，针下去以后，一边脸左右左右脸，好，你就做。然后要病人同时活动受伤那个受到伤的地方，一边慢慢动的时候，哎，就开了，开了就好，好就把针拿起来。那比如说落枕嘛，早上起来，哎呦，脖子头不能动了，赶快针下去。这个手三里也可以下针。那你如果自己受伤，对不对？落枕自己受伤，这个舍不得下嘛，哈。我们有一种方法，好，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头歪一边不能动。哦，马上躺回床上去。好，躺回床上去的时候，原来呢这是你家的墙壁，那你的床是这样子摆的，你的枕头在这边，你是这样子睡的，对不对？好，早上起来脖子扭到了，这个很多美女人长得很漂亮，就歪脖子，不太好看，也不能出门。好，那自己要知道要扎手三里，你就下不了手，对不对？教你一个方法。好，躺过来。让头呢自然下垂，鼻子好，嘴巴在这边，下巴好，面这个颈部自然下垂，胸部好，腿部这样子躺平，好，自然下垂下来，垂个大概3分钟、4分钟，慢慢呼吸，好，把这个整个放松掉，肩膀放松掉，呼吸这个3分钟以上，然后回来的时候慢慢用四肢用手跟脚把身体慢慢扭回来。让他自然而然，头慢慢回到床上面放平，然后慢慢坐起来，当场就好了。好，当场就好了。那这个不要教人家嘛，这样你声音就少了。好，好，这是自然的疗法。我们所有受伤，踢球、撞球或者什么打球什么受伤。除了急性的脚扭伤以外，平常你摔伤从高楼上跌下来，或者是那个滑冰不小心摔伤，好，或者跟人家玩啊，小朋友玩摔了躺在地上，这个时候呢，真正受伤是事后，不是事前。所以说什么意思呢？你摔下去以后，是受伤时你起来的太快受伤的，所以你一摔伤的时候哈，你姿势你要突然摔倒，保持原姿势不要动，在原地不要动。让你身体去适应那个姿势，大概3分钟以后慢慢站起来，身体不会受伤。好，所以因为你摔倒就是突然你本来没有这个姿势，突然摆这个姿势出来，
对，像你摩托摆那个 pose， 你本来你准备好摆那个 pose， 你不会受伤。可是你没有预备要摆那个 pose， 你就突然出现那个镜头，那你很受伤，对不对？那你保持原姿势不要动，好，三分钟以后慢慢起来，伤就去了。所以受伤是起来太快，你气血还没有适应它，就你一起来伤到了。好，所以我刚刚说受伤是事后。好，那手这个手三里，那从手三里呢？这个手三里曲池直下，好，我们手指两边，这个阳溪穴偏离一路上来到曲池，从这个穴正好下两寸，好，再下一寸就是我们的，好，这个上廉，那上廉再下一寸就是我们的下廉，好，下廉穴。那这些穴道在阳明经上面呢，都可以看到我们治疗乳痈，就是乳房的硬块，好，那这个好一些手臂的问题，手臂的病。好，那诸位可以里面的治症呢，看看书上有的就可以了。好，我们这里不用花时间去讲它。好，这是穴道的选取。再来呢，进入足疗。这个曲池穴哈，在这个拱手的地方，往后面走到大骨，穿过这个骨头，啊，绕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手臂的骨头到后面来，这个穴道呢，就过正过这个骨头，好，这个穴道就是所谓的足疗。好，足疗，足疗呢也可以下针，常常网球打网球受伤就在足疗穴的地方受伤，那我们可以放血，也可以放血，好，那个三点四点火罐上去吸一点血，好，那个足疗。好，那再来是五里穴。就是足疗穴上往上三寸就是五里穴，那这个穴道呢，一般我们竞争，因为里面有大动脉，好，我们竞争，所以诸位知道就好了，好，知道就好了。平常我们很少下针的，好，五里穴，好。那再来呢，我们叫做臂挠。臂挠穴呢，我们从，你知道这个手肘上七寸也可以，好，在两个筋的中间。如果我们只从肩俞最好找，我们手这样子哈，抬起来中间有个凹洞，那个就是肩俞穴，好，肩俞穴，那从肩俞穴下两寸就是我们的臂挠，在两个肌肉的中间。好，诸位一再记得我第一天开中医讲的穴道一定在肌肉中间，在骨头中间，在两个筋的中间，在或者在筋骨中间，或者在肌肉或者经络筋的中间，好，血脉的中间，绝对不会碰到。还有在肌肉上面，在骨头上面的。好，那这个臂挠穴呢，是手阳明好络手足太阳的阳维穴，阳那个阳维脉好几个经络汇到的地方。那主累力啊，好肩不得举啊，都是一些同样的问题。所谓累力，我刚刚讲过了。好，再来就是肩俞，肩俞穴是我们的中风的大穴。我们所有中风有这个八大穴。百会，诸位学过的，好，我先讲诸位学过的百会穴，还有肩俞穴、曲池穴，这是我们的大穴。如果手整个弯起来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好，中风的时候，你针下合谷穴，从合谷一路透到后溪，我们这是小肠区的后溪穴，用三寸针透过去的时候，好，如果这个针。你从这边透过去，好，合谷透到这个后溪，那你不要透出来哈，啊，不要整人嘛，这在你很痛苦的时候，对不对？你还是给它乱透，好，你针从沿着骨头这样刺过去，不会出来的哈，穿过去以后呢，到了后溪，你手是这样子握到了，你针下去后这样开开快，然后慢慢回来，就看他手就这么张开，这么张开了，好，那。那个中风手居然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手这样子哈，你用手去扳他都很硬了，好，扳都扳开他就回来了，好，那你针下去，他自然就打开了，很听话的，好，这是我们治疗中风，其他的几个穴道我们还有脑后方的风府穴啊，中风舌强不语，讲话讲不出来啊，好，那一个人呢讲了一辈子话，结果突然有一天不能讲话，很痛苦的，啊，这个。好，风府穴是我们的中风的大穴。
好，那煎鱼线呢？好，这是走阳明经和阳桥脉的会道。好，那主中风手足不遂，那个不遂就是倒数过来第三段第三行号，风病半身不遂，有没有头不可回顾？好，那这个张弓射箭不能发不能射箭，好，煎鱼穴，这过去的它是按中医呢是立正，好，我们来选穴，好，对对，肩膀的问题，好，进取穴非常好的。所谓进取和原取，就是啊病在这边嘛，我们就直接在这边下针，好，原取穴这个是这个肩鱼，好，这边的问题我们在这边下针，那进取穴就在天荧的地方下，好，天荧的地方下。哎，我们有必要，有的时候我们在左边下针，好，配合右边下针都可以，好，都可以。但是最我们如果治症来说的话，是以对侧取穴效果最好。好，进取穴要看什么病，好，看什么病。所以有的时候要进取穴，有的时候要原取穴，这要看随病来决定的。啊，所以诸位就记得，肩俞穴是中风的大穴，中风必须一定要下这个针的。我们有一针很有名，叫做。中肩俞透极泉，这个肩俞穴道可以透了，极泉就是手胳肢窝的下方，都叫极泉穴。这个肩俞一针可以穿过那个骨头，透到极泉穴啊。好，那只有一个角度可以透过去。好，这是治疗狐臭的，我治疗狐臭。好，那什么角度呢？好，来你来这边一下哈。好，你侧过来站这边，面对着我。好，你看这个手臂。让病人呢手臂这样子拉起来，你下针的人手放这边哈，你手放了垂下去，就这个姿势。病人你这样转过来哈，身体病人的身体跟肩膀成九十度，好，成九十度，然后这个手自然从那边自然下垂这边，就这个角度，肩俞会就一个角度可以透过去，好，那透过去连眼专门治疗那个狐臭，好，就清楚了，谢谢。那没有什么补泻，没有什么补泻。啊，就左转右转，都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没有人狐臭啊，我在选的时候就闻过了。望闻问切啊，先闻一下。啊，其实我，好，我以好人的个性、正直、智慧来为主的。巨骨穴很好找，巨骨穴呢，从肩俞上来，你看这两后面哈，两个骨头中间一个缝，这就是巨骨穴。如果你可以看同仁，好，同仁也可以看这巨骨穴，这两个骨缝中间压下去，好，很酸，很酸，好，巨骨。那是手阳明阳桥的会，跟肩俞一样。一般来说，我们进针，好，因为这个针下去，好，里面就是肺，好，所以我们不下针。诸位知道位置就好了。知道位置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这边有痛，你知道它的病在大肠经，帮助你辨证嘛。所以你要认穴，这个穴道有那么多，300多个穴道，不是说我们。每一个穴道都会去下它，而是你要知道这个位置，知道经络经过它。病人跟你喊这里痛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属哪条经，不然你鸡同鸭讲啊，你看以为是大肠经，以为是三条经，就是大肠经，因为你穴道不知道。好，所以即使我们用的很少，但是还是要知道。好，那像巨骨穴到第二段那个第二行下方，他说胸中有淤血啊，肩背不得伸屈，我们有非常好的穴道，比巨骨穴还好。好，那内伤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介绍到。好，再来呢，天顶浮凸合疗。诸位看这个天顶浮凸哈，我们看同仁最清楚。这个同仁呢，我们有个大筋，看到没有？这边我们颈有个大筋，有个大筋，有没有？大筋在这边。大筋的外侧就是大肠筋，内侧是胃筋，所以胃筋跟大肠筋呢就插了这个大筋，这个大筋在这边，好，这边有动脉。天顶就在我们从巨骨这边到这个大筋跟这个肋骨胸肋骨最上面的交界的地方，这个转角骨叫做天顶。好，那再来这个上面就是我们所谓的浮凸。好，浮凸，浮凸的话从连泉就是我们的喉结，有喉结的地方一路下来，在大筋的外侧这边就是浮凸。那这个穴道我们很少下，但是你要知道，好，要知道，所以这个大筋的外侧就是，好，这个大肠筋，内侧就是。胃经，哦，因为病人病生在这边呢，肿瘤生在这边呢，那你就知道他在大肠经上面，
啊，大肠经上面。那伸到内侧，哦，我们知道在胃经上面，哦，所以穴道的位置跟经络的走向，你一定要知道，用不用是那是一回事，好，不见得是一定会下针，但是我们用在诊断上面帮助都很大。哎，这个像浮突穴，正好在喉结这边到大筋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在脖子上下针，都是把筋抓住，手指头把筋抓住，然后指头推进去，动脉移开来，里面有脉，颈动脉在里面。再针下进去，下五分而已，不下一寸，没有那么深，就到穴道了，很浅。好，那用的不多，好，除非是很那个很严重的喉咙肿到，然后声音都不能动了，声音都没有声音的，好，讲话讲不出来了。好，还喉中如水鸡声，你有听过水鸡叫没有？啊，就你也我们乡下的那个听过水鸡在叫哈，啊，就是声音很就是比较尖锐一点。好，持续不断的，好，那讲话声音都变掉了嘛。好，就是合疗还有迎香，这个鼻子哈下来，我们有兰台廷尉，还有个鼻头，好，那这是对端，就是我们的嘴唇。啊，就这样。那中间呢是水沟，人中，鼻孔的下方这边正中间这个地方，和这个嘴唇的中间，这就叫做合疗，合疗穴。好，合疗穴，哎，左右各两个。那这边这个呢，是从右边过来的，进到这边。那再后来鼻子鼻旁开五分，这个穴道我们叫做迎香穴，迎香穴，好，迎香穴是大肠经的最后一个穴道。那合疗呢，在这边是主鼻子，鼻子的问题，比如说鼻窦炎啊，鼻子不通啊，好，迎香就是鼻不闻香臭了，迎的香嘛，你蒸下去以后就香味就来了，就闻到味道，那个香味可能是狐臭，我们不反正不管，就是味道嗅觉恢复的意思。好，浅针很简很短的五分针，那一寸针直接下进去，迎香穴这样下去一点效都没有，这就不是老师傅的手法。老师傅手法不是这样下的，老师傅的手法呢是，这是眼睛，这是内眦的眼睛的地方，好，内眦这迎香是三根啊，三根。这个迎香呢，我们针扎进去以后，针不要扎太深，进到皮层以后，透过皮层倒下来，然后把这个肉抓起来，针一路从这边透，透到这个地方，到眼睛三根交接，还没有不要扎得太深，就到差不多到三根的后面这边，好，这边有眼骨头，骨头这边不要穿过超过骨头，就差不多到这边。这个穴位呢，有个名称，我们叫做内迎香。下针合谷下进去的时候，这个针柄在针柄在这边哈，针身在里面一直透到内迎香，这个就厉害了。你两个鼻孔不通，两边一透的时候，鼻孔当场就通了。鼻窦炎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好，效果非常好。那你在透迎香的时候，麻烦你在对侧的合谷先下一针。好，那你一个鼻孔不通，你下一边就好了嘛。同侧，比如说这个鼻孔不通，你下这边这个鼻孔通了，那你就打对侧的。合谷穴，这样知道我意思吧？好，所以鼻不闻香臭，这个穴道都是治疗鼻科的病使用最多的地方。好，那你千万不要下针，哎，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这也不好。你可以看到针的，针在皮肤上能看到那个针在吹，你看到针头，不要给它戳出来。好，对，好，当然病人看不到了，你会吓一跳，这种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好，那我都会示范给诸位看。来，左右两针这样子下，好，那下完针疗像八撇胡子一样，那个是针下去立竿见影，当场鼻子就通了，好，速度很快啊、哦，我病人比较很严重的鼻塞，嘴巴在呼吸，你躺到床上，针下去鼻子马上就可以通了，嗯，就是那么快，好，但是要下对，你如果下迎香直接下进去，啊，香还是不来，还是迎不了香，那香子喷还是没有味道，那戳下去一喷有味道了。哦，这迎香穴，好，
那脸上呢都是下针不揪，啊，不会揪，你怎么在这边烧呢？这边鼻子旁边在呼吸，结果你在那边揪，炎热心率就变成鼻子也没好，人昏倒了，要不然吸到氧气吸不到都是烟嘛。好 ，common sense 要有一点，啊，想就知道了，不能揪，对不对？哪有拿烟往鼻孔里冲，对不对？好，你要害人也不是这样子害了，好，这是导营销。营销走完了以后，大长今的精确中了。哦，大长今是上午5点到7点。大长今完了以后，进入足阳明。足阳明呢是胃经。啊，哦，阳经又重复了。任何的阳经，从四肢末梢，哦，都是井穴、井中输精和。啊，颈龙鱼筋合都可以啊，那个膝盖关节以下，胃经呢从头上一路下去，一直到脚趾头上面去，相当大的经络。好，那你有的人呢过去练针灸的时候就死记，我跟你讲，诸位不要死记，不要去记说啊阳经怎么走，上走下不要，你就按照穴道，我刚刚讲了嘛，你看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很详细？肺经是不是从身上往手上走？大肠经是不是从手上转回来？所以手上的阳经是由四肢末梢往身上走，那脚上的阳经就是从身上往四肢末梢反着走。好，那我这样讲你还不容易记得，以后你就按照经络一个，按照穴道一个，那个穴道的走向就是气血的走向。好，所以大肠经好完了，到了这个迎香穴完了以后，这个气血就进入头围，头围是阳明胃经的第一个大穴。头围在哪里呢？头发拉起来，在发际这边，好进去，好，你们摸到一个斜一个倒，正好在转角的地方，好，这头型这样子，好，好，这个正好在转角这个地方，一个凹缝，头发一点在里面，好，这个穴道跟我们的本神，好，就在同条线上面，同条线上，那这个位置呢，就看你额头大小来决定。三寸在这里，对不对？结果我还没到发际，对不对？好，那所以我太太很麻烦，她说买面膜还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太高了，那到只能到这边。好，那如果说你按照发际来找就不好找，好，按照指感，指头的感觉，正好在凹角这边，凹角这边进去，你一摸就可以摸到一个凹洞，也很少下针，你也可以下针，但知道这个位置上是头围，好，头围。在头的这样交角，好，交角的侧边，这还可以看到这里，好，你可以摸到这个头围，你仔细摸的时候哈，你讲话它会有一个脉在动，好，那手比较不敏感的人呢，就摸缝，摸一个缝，骨缝，好，那原则上没关系，这穴道很大，在整个位置上，全身最小的穴道在八髎的地方，好，在膀胱经上面，那其他的穴道都蛮大的。那血海的穴道有那么大一个，好，很好砸的，好，那这个穴道你只要知道位置就好了。那需不需要下针或者怎么样？很少，好，很少，偶尔会用到。首先呢，《内经》里面说，胃是仓廪之官，好，五味出焉，胃是黄肠，好。我们五味，酸味、酸苦、甘辛咸、木火土金水，好，酸味的入肝。我们这里讲的味道呢是天然的原味，比如说柠檬是酸的，这个是酸很好啊，这就入木入肝经。所以你如果喝杯茶，丢一点柠檬
新鲜的柠檬片，或者撒点新鲜的柠檬汁，这很好，这是酸味，这是天然的酸。所有来自天然的酸都是碱性的，都是好的。食物坏掉了也是酸味，你要闻闻啊，这个饭酸掉了，对吧？是不是食物酸掉？食物酸掉，这个酸就是毒。所以同样的酸味，一个是被身体排斥的，一个身体受纳的，这两个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胃就可以分解出来，一吃到不好的，胃马上就难过，马上就开始恶心啊、呕吐。好，仓比之关，因为他没有管仓库啊，食物进来了，分，哎，这个是坏的食物，怎么跑到仓库里面来？对不对？恶心，要把你排掉。好，那苦味的入心，好，甘味的入肝，好，辛辣的，好，比如说。你们现在学到了哈，青色的，好，红色、青赤、黄、白、黑，好，那我们讲的脾胃，这是脾，脾胃是黄色的，对不对？所以胃我们又叫做黄肠，刚刚讲大肠是不是白肠，对不对？哦，这是黄肠。那是甘味，甜味的东西都能够入脾胃，比如说麦芽糖，麦芽糖也是甜味啊，它入脾胃。但是麦芽糖是蔗糖，都是属于天然的糖，我们身体会接受的。现在市面上的糖呢是人工糖，那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甜味，那不身体对身体非常不好，是负担，排不掉的。哦，那所以如果你要吃甜食，可以。如果说今天一个我开个糕饼店，就是这个糕饼店呢，我里面的糖我通通用蔗糖，好，用麦芽糖，我们来做的蛋糕啊、西点那样子做起来。如果有这家店，我一定会跟全世界宣布，要吃甜食到那家买。你越吃越健康，越吃越瘦，而且牙齿都不会坏。其他不是甜食不好，是那个糖有问题。好，你们有认识师傅，赶快去跟他交代一下 people， 跟他讲个 people， 对吧？他只有他这种，然后他一讲，我就开始讲他。对啊，我跟他没有利害冲突啊，我说一定好的，你去吃。啊，他只要所以台糖应该叫我做 sales manager， 对不对？我很会卖哦，比母奶奶会卖。啊，我很凶悍的哦，超级推销员。好，那这个胃呢，食物饮食刚开始进去，第一个就遇到胃。我们所谓常人正常，好，正常人呢，他的脉息呢是一息四至。所谓一息四至的定义就是，我是摸脉的医生。病人坐到对面，手摸上去脉的时候，我的呼吸一呼一吸，脉病人脉跳四下。好，那四至到五至都可以，因为呢中间会停一下嘛，好，停一下，比如说你吸气，你不能说吸吐直接，你病人好像狗在喘气，啊，对不对？这个不准，你不能以那个为主，那也不能是道家和尚打坐，他一个吐气吐一分钟。但这个脉太慢，脉太快了，就不能以那个标准哈，就正常的好呼吸。所以这个很讨厌，就是每一个人的呼吸都不一样。人家和尚道那个道士来摸脉，对不对？好，跟我们摸脉也不一样。好，那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因为有定义，所谓定义，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四字？比如说吸气，胃就动两下；吐气，胃跟着动两下。这就是四字到五字的观念，这是蠕动啊。好，常人是这样子。那土呢，是不是本身克水？土克水啊。好，那今天如果水有问题了，水是肾脏，肾脏有问题的时候，水太大了，把土淹没掉了，所以水呢会反乳土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胃是肾之官，肾的门，关门的地方，
所以肾脏病肾脏功能衰竭的时候，尿毒症肾完全衰竭之前，病人一定除了敏眩极度严重的晕眩以外，就是恶心不断的吐，哦，那就因为水太重了反乳到胃，哦，反乳到胃，那个时候他有胃病，不是没有胃病的，哦，是因为肾脏功能有问题。那这个胃的本身呢，由于是土胃，黄土，啊，黄色的，所以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食物吃进去以后，就好像这个大地，我们的那个泥土，我们丢一些营养进去，好，那土就很肥沃。简单讲，就这意思，你只要想这个就好。